据港媒报道，嘉禾创始人邹文怀去世，享年91岁。邹文怀是香港电影的一个传奇，成龙、洪金宝、张曼玉、邓光荣、梅艳芳、李连杰、吴思远、徐克、赵文卓等著名电影人都受过他的栽培，来到嘉禾麾下。1980年，成龙加入嘉禾，拍摄了很多较好卖座的新功夫电影，包括《飞龙猛将》、《A 计划》、《奇谋妙计五福星》等，也使嘉禾再上台阶。2016年，成龙获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，虽没有在台上感谢邹文怀，但后来表示，在那么短时间内无法感谢太多人，只好笼统说感谢大家支持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